时空幻境 Braid 是一款在2008年由独立游戏制作人 Jonathan Blow 所制作的动作解谜游戏，操作简单，游玩时数也不长，但却因为加入了控制时间的玩法，使得游戏有着极为丰富的变化性，一推出就大受好评。玩家将扮演主角 Tim， 运用时间倒流的能力，解开各个世界的谜题来收集拼图碎片，拯救被抓走的公主。游戏的节奏极快，就算死亡也能瞬间时光倒流回到原点。每个关卡都会出现不同的时间机制或能力，像是出现不受时间影响的物品，让时间流逝变慢，出现自己的影子等等。获奖无数 ，Xbox Live 上评价最高的时空幻境被誉为独立游戏的巅峰。开发者将控制时间的玩法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每个谜题都必须绞尽脑汁才能解开。隐晦颠覆性的剧情也令人印象深刻，喜欢这类题材的玩家一定不能错过哦。